姐，包冰块咋卖了呀？那一包是包五块钱。五块钱？哎、这老实了呀。老实，这个闲人，刮一刮停，刮一刮，刮一刮停。吊上了还没搬来。还没搬来？那么带出来，那给这个价格一样，十块钱。我跟那个奶油一样。啊，这个。哦，那个是奶油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是五块。这个是五块。这是我小时候吃这个特别多。哎，对，在外边基本上很少看见这个。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对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搁这加工，行一来，有的都加工搁这儿。哦，意思人家加工就是人家买糖，你给个加工费是不是？是。啊，这儿听歌了呀？放真了。那不是专门给我买的油吧？不是，要是专门给我买的，我都不要了。我这个拉萨都烧多了，他刚才叫我烧水。这个焦糖嘞，哎，可以叫买。哦，哎，我都不要焦糖来了，不要焦糖来了。嗯、啊，那你既然买油，我都不用了，直接给我新做一个这个吧。哎呦，哎呀，这我也得买。嗯、那我等那个吧。等，我嫌麻烦呢。没事儿。这个是原味的，就是。啊，这是咱家种的那玉米啊，还是加工的呀？咱家种那个玉米还不一样。啊，还放了糖哦。糖精、这个有放白糖啊，放白糖它不去骨、哦、白糖的花都行一个了啊、呀，哎，多少钱呢？十块钱。哦，这个也是十块。哎，对，这个年代还是好吃，是这种都感觉健康。哎，我这吃着好吃，那黏糊了吧，这个嗯，这个甜。哦，微甜吗？正好减肥了能吃。好米粉，多香的玉米味儿！大伙原来都闻了香了。是，恁那一天能卖多少啊，大叔？卖200块钱。这回都好了。给我量点这个吧，要不拿一个，我明儿给我这肉皮再来买吧。行，啊，好。给我量点这个吧。哦。这咱是现场加工，看见做了。嗯，是。那几点回去啊，大爷？俺有了都倒盆啊，那给人家跟你要钱不？那好点，看这一包五块钱多多。